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营业部的刘经理。本期视频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款联名新品，就是这套哈利波特限定版券。发售时带有两种版本，限量版主体采用990颗纯银材质，表面电镀24K 金，乘坐自向前飞行状态，脚部带有独立编码，每个都不同，整体 Q 版造型偏可爱，头发和衣服的凹凸细节刻画很棒，前方挂着金色飞贼，完全是足金材质，约有一克重，除透明支架外，底座部分还可以看到霍格沃兹学院小建筑的刻画，拉开底部抽屉可以看到带有魔法学院印章的信封，里面有收藏证书与合格证，同时还有不锈钢镀金绳和黑色蜡绳各一条，可以将金色飞贼系在末端，小姐姐们就可以带上它出门了。这套限量产品从包装到本体各处细节都饱含对哈利波特粉丝的诚意，除了放在家观赏，还能有日常首饰的功能，对于喜欢哈利波特的男生女生来说，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收藏，考虑到它的定价来看，真的是让人喜爱的作品。对这套产品感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垂询工行九龙坡支行营业部或添加下方的联系方式了解详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